因为其实真的要遇到这个九年只有一任车主的，实在是非常困难。哇，你们这个车子真的是早该卖的，因为我看你这个验车的里程啊，你去年是15600，今年15900，你去年到今年只有开300公里啊，真的啊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这真的是可以卖耶，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在开300公里的。你们这次是被人家敲到、啊，哦，你这两猫很大猫呢。原厂交车给你交这样的车哦。我知道原厂认证车不是吗？他们没有在帮你修这个吗？那个它用原厂漆点一点。没有，可是这个猫进去了呢。这有一个酒窝这样，它没有帮你处理。对对对，就是说不要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宏达国际新媒，现在高价估车中哦，欢迎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小老鼠 HONGDA， 或者也可以私讯我的 IG 脸蛋天才，买车卖车都可以找我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宏达来收车，我是换装站指挥中华少人，我是马成，又来到大家最喜欢的估车实录了、啊。但大家看我今天身穿这个西装，哎、欸，现在外面36.5度，我竟然会穿西装，大家知道今天的车怎么样？大有来头，好不好？今天要去估一台这个绅士在开的车，宾利。宾利其实收蛮多台，包含上礼拜也有收。最近宾利收蛮多，对，我上礼拜收3台。对，但是为什么今天这台车会特别的去想要着重呢？因为呢，这台车呢是一手车，2015年到2024年9年来的一手车，而且里程数只有跑16000公里。哇，这个哇！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表，那个新车价大概是1350多万。九年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九年前会花1350万买这个车呢？然后到现在前面的一砍掉，可能连零头都不到啊，剩因为一开头吗？没有，一砍掉要352啊，没有352。不得不说，持有这个车这样真的是蛮硬的呢。这样子，光是九年就赔了1000多万。然后他这台车子9年来全部都在原厂保养，然后他前几年还有买保固，现在没有了，因为后面真的很少开。这真的平均算下来，一年持有成本可能要来到150万。哇，好厉害！一定要去会一会，看他这个车子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因为我相信，就是说该怎么讲，因为这个车子其实，毕竟说真的，新车价其实是不是很便宜。所以其实这个车子总代理的车很少，我们现在绝大部分都是日规的为主。好，顺便也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总代理跟日规，九年过后究竟是日本人比较会顾车，还是台湾人比较会顾车？好，我们去现场看一下，看他的这个车况好不好。然后呢，还有第二台是这个21年的 T-Quad 380 R Line。哦，这个车也算是说该怎么讲？因为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今年很缺车嘛，什么车都尝试啊。那个 Volvo 也买 ，Skoda 也买 ，T-Quad 福斯什么都买啊。T-Quad 这个车算是我觉得福斯车系里面来讲中型休旅车嘛，我觉得算是比较好卖。而且今天这台车是380 R Line， 哈哈，少文最爱最爱的版本，因为它是2.0的高输出版本，然后有一个 R Line 运动化外观的一个套件加持，然后21年跑10000多公里而已。两台车今天都很漂亮，都10000多公里。对，两台车，但是一台车是3年10000多，一台车是9年10000多。哎、欸，你这未看先猜，你对这个宾利你会有什么猜想？就听我这样子描述，宾利哦，宾利的猜想，像我比较想要了解，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像这种高单价，像奥斯顿马丁啊，也是4000万嘛，嗯，那跟这台宾利的品牌，他们的二手价跌幅是不是差不多？哦、问得好哦，对不对？奥斯顿马丁好像更惨哦，更惨吗？奥斯顿马丁好像更冷哦，更冷一点。我们不是小谢有一台奥斯顿马丁，引擎爆掉啊 ，N430。哎，N430那台跟这台同年，你看那台车在我们这边已经准备要帮他准备一个生日蛋糕，时间差不多喽，过第二年生日，第一年啊，第二年生日也修好嘛啦。啊，那奥斯顿马丁在我们店里面差不多已经一年，准备要帮他切生日蛋糕，但我们宾利也没有说到多快啊，因为毕竟这个单价的车卖，可能平均一台车也是要个2-3个月的。对，但是没有说像奥斯顿马丁那么久，觉得奥斯顿马丁就比较小众一点，更小众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宾利来讲的话，对我们来讲风险是
比较小一点。如果今天是换作是都一样，九年跑一万多，然后二十分马力，会收他吗？会收他吗？对啊，五十收。没有啦，你看我们那台 N430， 那台 N430 好像也才跑两万公里吧？对，我记得我们那台车况也很好啊。那、你怎么没有想说为什么没有卖？对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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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没有卖，不是车况的问题，是冷，就是热门度的问题。所以你说收不收？我相信以我们今年这个大胆的风格，都会收，会收，这种车也会收，只是收的就低一点。反俗话说，没有卖不出去的车，只有卖不出去的价钱嘛。你要收个100多万来卖，怎么可能卖不动？对不对？对啊。好了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这两台车。啊，反正说真的，我对这台宾利算是非常非常的期待，因为太难得遇到这种条件，而且他还有选米勒外观。然后呢，他选了一颗绍文是色弱，完全讲不出的颜色。等一下你去现场你就知道，也卖个关子，大家继续往下看。等一下你们去现场，你们帮我看一下那是什么颜色，因为我实在是有点说不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有喜欢我们这个估车实录影片的话，帮我们点个赞，帮我们按个订阅，帮我们支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如果要估车的话，这边可以扫码 QR code， 或是打 ID 搜寻小老鼠 HONGDA 宏达就找到我们估车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今天出发去看这台极品宾利 ，Go！ 你开还是先生开？啊，先生开。啊，他怎么会这么少开啊？那怎么会持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要？哦，车位要空一个出来，因为其实真的要遇到这个九年只有一任车主的，实在是非常困难。这一次怎么会找到我们估车啊？是他平常有看我们的影片是吗？哦，对啊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这台车子的颜色是你们当初是您选的还是先生选的？这算是蓝色吗？有点像是蓝色，银色蓝色的感觉，银色蓝色的感觉。你们这样子九年过程中啊，有没有曾经哪边烤漆过还是整理过？都没有，这实在是太少开了。说真的，你们这台车的内装很漂亮，因为它有选这个米勒套件，当初加90几万的这个套件。这真的是不错，这边可能有稍微被人家敲到哦，这边有几个酒窝，非常新耶，跟新车一样。这好像有比日规的新哦，非常非常新。我们主要这年份的话，上来就会试一下那个气压悬吊。哦呦，升起来，升起来。重点就是看这个气压悬吊有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年份到很会坏，就跟 B4 S Class。对，这个时间到很会坏。哎，至于这阵内装真的是很新，完全没有使用痕迹。我有吓一跳，对啊，真的有吓一跳。哇，你们这个车子真的是早该卖的，因为我看你这个验车的里程啊，你去年是15600，今年15900，你去年到今年只有开300公里，真的啊？哦，对啊，对啊，这真的是可以卖耶，因为这是完全没有在开300公里。等一下就进入我们这个谈价格的时间，重点突然很紧张。我们刚刚看完车都没问题，车都 OK， 非常新。你是说看车子新到吓一跳？只是我很不会应付女性车主。我觉得上次的那个 A 五没有，我要想一些策略，我先让他开心。你要夸奖他，夸奖开心。我等一下猜他20岁。对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太小了。好了，没有，不要开玩笑。我觉得对这种有钱人哦，不要给笑。我们马上定义，诚实以对，没错，好不好？但那车真的是蛮漂亮的，不过颜色也是真的是蛮特别。我觉得这颜色比我们的蓝色好看很多，是吗？好卖很多。干，你是因为这是豪宅，没有是真的有加成 buff， 它那个有点有可能有吗？有比较好看吗？浅蓝色，浅蓝色有点银色的感觉，然后搭上它那个米勒内装，所以看起来我觉得搭主要应该是那个米勒内装的。对，因为米勒，我看他那个表来选91万，反正选到来1350几档，所以我觉得颜色算应该算大家能接受的。嗯，
我觉得就算不能接受，有人也会因为里程数而接受它，因为里程数16000，他去年到今年只开300，很夸张哎哎哇，这种正常，如果他要不是他持有9年啊，如果他只有持有个2-3年啊，我想这个谁来估都会怀疑是里程停止器。300会真的会，300是什么？尤其是这种车，300可能你去年加一桶油啊，可能到今年就还没开完，就一年加一次油就可以了。希望可以顺利，加油！所以在一般这个你们家里面车子买卖啊，你们的习惯是先生都请大嫂来接洽是吗？还是他很少出面？哦，所以那我好奇，他就是说他对这个车他的价钱他是怎么样去抓？那他有稍微问问看原厂吗？因为如果你们这么常回去原厂保养的话，他倒没有问就对了。嗯、所以他目前是只有找我们吗？这是我自己有去问原厂，所以你问我，你问我，没事，你不用讲，没关系。我大概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报、啊、我们是有我们的算法。嗯，因为我们上礼拜在大直。就是其实买了一台跟这台车几乎是很接近的车子，它一样是2015年出厂。那你们的里程数当然比较低啊，它的里程数也不高，它刚好29000，快30000。那我们上礼拜是跟它收购是280000，但是有几个原因你们会比较高。第一个，你们里程数低；第二个，你们是总代理的车，它那个是日本回来的车。然后第三个最主要就是你们有那个弥勒套件、嗯、就是你们选配表上面有一个选配91000的那个那一项选配、嗯、所以我们报价上会比上一台来的高，报价是这样的。那原则上我们自己就直接加了10%左右的价钱、嗯、所以大概就加了30，所以一开始才会跟你报价是300000、嗯、虽然说可能我知道这300000对于你这个新车价1350万来讲，这300000可能听起来很渺小，但是对我们车上来讲，它就是等于是加价加了一次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报价。我不敢说多高了，但是很多人来买车，他可能是会想要来砍价或干嘛，但我的心态我不是，我是看来看的车子，我老实说我很满意，而且车子很漂亮，我是带着诚意来买。啊，我觉得这个价钱应该是不会到很差。对，那我是不晓得有没有跟你前面问的有没有比较高了，但没有哦，没有，嗯，啊，他们也比较高，高很多是吗？高一些，一些一些，哦，那是差不多咯。他们是给你报，就是报320就对了，差不多，反正你们是要卖325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是想卖325，我觉得他开的金额有办法再少一点点吗？320，我觉得我想一下，如果2015年320的话，等于比上次那台多400000。但是你说。你们的车况太好了，都是原厂包。可以，因为我说真的，如果跟上面那一台差400000，我不会老板给。他不会砍我，他不会，他都给我们有很大的权限。只是我不得不说，同样年份的车子，其实很少会加400000买，加30几万买算多很多了，对不对？就是。我们车子的算法就是一年大概会差10%的价钱，所以有的时候在同样年份这个的范围内，可能正负差个10几20万，就算很多，要差到30几万甚至到40万，不叫不常见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能够比上次多30几万，应该是还不错啦。我的极限，我电话里面跟你讲，好，所以你不用问他。好，真的啊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太感谢你了，感谢。哎，你们当初好像是在原厂买的嘛？对，认证中古车买的嘛。好，不过你老公应该是已经询问过了。我们好像很多间报价都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你说你老公吗？哦，真的、啊，谢谢，感谢他。
感谢林先生，我们很缺车，我在你镜头前面先跟你说谢谢。有，好了，我等一下意思意思看状况。可是你们车蛮新的啦，你们这次是被人家敲到、啊。哦，你这两猫很大猫呢。刚刚那个是上次交车就有了，然后是那个路上的碎石。原厂交车给你交这样的车哦。我知道原厂认证车不是吗？他们没有在帮你修这个吗？他用原厂漆点一点。没有，可是这个猫进去了呢。这有一个酒窝的，他没有帮你处理。对对对，就是说不要动。不要动。所以他就是交车，他也不忌讳跟你说这边有这样，他就跟你说哦有这样，啊你们就这样就好。啊？可以这样讲啊？哦，下次有跟客人讲。那我们交车标准比原厂高。对啊。这个吗？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我们去的话叫尾板筋，它其实就是会拉一个铁，然后把它拉出来，然后敲敲敲把它弄平。嗯，这个不会去烤漆，因为我大概懂它的意思，它可能是跟你说这个车目前是原漆，如果你去烤可能会破坏它的漆。对对对。但是因为你这个没有掉了，这个回旋再回去用拉的就好了。拉也不会影响它的漆。不会不会。所以你老公有交代你说他想卖多少钱吗？对，我们也是他，我跟他报完105之后，他说其他间也是105。对，报105。你们有听到更高了吗？还是差不多就在这？其实没有。有人报比105低啊？有。可能有100出头的这样。对对对，因为老师说是有。肯定应该都在100几这边跑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还是说我就照电话里面的跟你收购，但有伤的部分的话，我回去当做我们自己的车。就那个，但我们回去那个整理大概几千块啊，然后狗毛可能要稍微清一下。其实正常有时候狗毛如果比较严重，可能会去破漆，但我觉得你已经算还可以了，不会说到很糟，而且说皮椅不要说有破，或者说狗狗有抓伤就好。对，我觉得都 OK， 反正就整理的费用就当我们的成本啊，我们一样对你就一点。今天这个宾利把它牵回来，我刚才还去那个台北市拿一下东西，我靠，开在路上的感觉，那个方向盘握起来的感觉很不真实，好像坐了哆啦 A 梦的时光机回到9年前。哎呦，因为这个内装真的太新了啦！给大家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不，那个简百臣，你进去摸一下那方向盘。好，摸一下。这真的，我要每天估这车这么多。这很扯哎，很扯，对不对？这个、就很摸起来又完全没有使用过的，对，完全没有那种使用过，是那种指甲抠到啊，或者那种油油那种感觉，完全没有。那整个皮质的感觉，然后宾利这种内装那种皮革那种香味，整台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。然后呢，就是说该怎么讲，最后也是我们感谢这个，感谢这个姐姐，感谢姐姐的这个支持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这个收购了318万，算是在我们原先的这个范围里面啊，应该320以内都还可以。对，但是其实也很高了呢。其实对他们来讲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感觉的问题，可能我们有让他觉得感觉好。对，因为他有看我们影片嘛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让你感觉还不错。靠，我难得我今天大热天我穿成这样子，终于成功了，准备好了。好了，反正这台车算是我觉得。虽然说比上次那台加了不少钱，但我觉得能够遇到这样的车况，而且全原厂保养跑16000公里，然后又米勒套件总代理的，我觉得可遇不可求啦。这种车太难。然后还有第二台那个体况，哇，这个13000公里380R line，这个也必须加加加，好不好？今天两台车算是蛮顺利，没有拉扯。完全，有一点点啊，有一点点，没有比起上一次850这么拉扯那么严重啊。对，我觉得该怎么讲？因为我觉得车子太漂亮了，很难拉扯。这个我们必须也是得让他们觉得我们有诚意，带着那个满满的钱的诚意去购买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总而言之，今天这个15年的 V8S， 好不好？如果他有这个车要卖的话，欢迎联系我们。我觉得我们最近价钱应该算是还不错。对，只要你跑很少都可以啦。
对，好少的。奥斯顿马丁也可以啦。奥斯顿马丁就叫一哥自己去，到时候卖不掉他自己处理，他自己扛。对，他自己扛，他自己扛，我没有办法扛，扛不住，扛不住。好了，如果这边要估车的话，这边可以扫描 QR code 或是打 ID 搜寻小老鼠 HNGDA 就找到我们。好了，我是换装直播中的少爷，我是本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感谢大家，我们已经超过200,000了。如果我们继续迈向300,000，好不好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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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到时候会去泰国再拍一个正式的感谢影片，比基尼版了。哎呦，你也要开花？我也会啊，我也会啊。最小件的拿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。OK， 感谢，拜拜。